子慎也来了，你来作甚？妾也是担忧此事。子慎是殿下兄弟，又素得父皇信任，他在父皇跟前说上一句，顶得上他人说百句千句。此事你我束手无策，但子慎定然轻而易举。 若想解决此事，的确不难。只不过，需要楚妃帮殿下的忙。只要能为殿下分忧，妾身万死莫辞。楚妃只需向圣上请罪，说此事皆为自身过错。